11月8日晚，邓超在微博上晒出一段视频，并配了这样一句话：一个笨演员的自我修养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在拍摄避孕套的戏时，剧组准备了可食用的假避孕套，但邓超为了效果提出吃真的避孕套。网友们纷纷为邓超点赞，很欣赏你对演绎的执着，笨演员用的是实力敬业。会演员你得很会，包括有很多种体验在里面，什么吃避孕套要不要拿出来吃？对啊，要不然再袋子里面看不到里面，还以为我们夹进来。走，聊到那个好像有点很好笑啊，好不好吃啊？但我觉得这就是方木能干出来的。比如我跟姜亚飞，我的肉是真狠。我们都了解自己的心意，以及想要当一个优秀演员的决心。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他道谢，他说：“我说谢谢你，你愿意这样子。”这辈子可以吗？然后你会有时候缺氧，看到一遍一遍，因为你不这样做，你对不起角色。